嫂子，我哥明明在楼下喝酒，他跟你说他在加班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这半年基本下了班都会去楼下喝一杯。你早就知道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那我哥为什么这么喜欢一个人喝酒？他啊，以前穷，喝酒都是几个朋友凑钱喝，朋友倒是随叫随到，后来生活好了，可一喝酒啊，朋友却凑不起了。男人真奇怪，为什么喜欢喝酒呢？以前喝酒是因为快乐，现在喝酒是为了快乐。那你叫他回来喝呀，还可以陪陪你。他每天工作压力那么大，就喝酒的时间是自己的，我怎么忍心打扰他呢？主任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给你洗了水果吃，吃点。哟，小番茄也在呢。九月，今天加班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回来的路上路过了你最爱吃的那家蛋糕店，我给你带了一个。别怕，总有一个人给你爱。